遥远的中南半岛，有几个小小的村落，有一群中国人在那里生活，流落的中华儿女在别人的土地上日子难过，饱受战争的折磨。关心他累死了，看我们还做些什么，帮助他累死了，看我们能做些什么。在遥远的中南半岛，有几个小小的村落，有一群中国人在那里生活，流落的中华儿女在别人的土地上日子难过，饱受战争的折磨。关心他累死了，怕我们该做些什么，看我们该做些什么。关心他累死了，看我们该做些什么。